利嘉閣的地產代理 Kent， 他們就是準買家黃生和黃太了。他們在櫥窗上看到一個樓盤，很有興趣。以前我會在電腦上找了這個樓盤的資料，然後再憑經驗找了三至四個類似的樓盤。但是現在微軟的人工智能平台為我們帶來兩個很大的轉變。首先，我們將所有樓盤資料已經全面數碼化，但是這個是容易的部分，因為全新的 Ricacorp 樓盤系統利用了 Microsoft Azure 的人工智能平台，會根據黃生黃太的選擇估算出樓盤的售出機率。会计算出楼盘的售出机率。Ricacorp 显示出10个楼盘，其中一个的售出机率超过九成，我就利用它作为我的首选推介啦。这个楼盘啱晒黄生黄太的喜好，有空间感，有露台，仲有客房添。他們之前都沒有跟我說過，他們看起來很有興趣。我們現在來到黃生黃太所選的樓盤，他們都很喜歡這個樓盤，但先前 Ricacorp 為他們推介的好像更加吸引。這個平台為我們成盤生意帶來徹底的改變，透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來找生意，我就可以快人一步為我的客戶找到心水的單位。成交。